唱一段《忙里中心》的。老太师人不娘到你带，为什么木兰是女是名奴，李军有家不能返，为什么当年木兰受拆勋，今日李军拆去完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粤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三三，粤剧三三，记得是拼音粤剧三三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再点击这个粤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粤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都是粤剧的名家名段，每天都免费为您推送。赶紧进来观看吧。